他这样乱贴，那他这位先生，他维护室友那整洁不行吗？好，所以他稍安勿躁，大家稍安勿躁。这个事情刚才有非常多的媒体抢拍，我们不希望不明就里的画面在网络上到处流传，所以我们必须把事实厘清清楚。再重复一次，刚才这位紫色衣服先生说，他在墙壁上沿路张贴国家暴力的标语。被这位条纹衬衫、背摄影机、台式的先生沿路的撕除这些标语，大家对这个事实有没有疑问？没有，不赞同这个事实陈述。包括这两位先生，如果你觉得他有讲错的，我们现在就把事实说出来。有没有人不认同这个事实的陈述的？没有。好，所以现在事实的陈述是这样子。重建现场，紫色衣服的先生张贴标语，条纹衬衫背摄影机有台式麦克风先生撕除标语，那我们各位手上都有自己的摄影机，都有自己的相机，各位不要害怕，在这个时代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媒体。回去之后，把你今天看到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， 上传到任何一个网络空间。如果有任何媒体敢对刚才的画面夸张取义、扭曲事实的话，我们那边就有自己的证据。今天张贴标语到底有没有违法？违反了什么法？应该不是任何一个没有公权力的人可以尽自认定的。当然，就如这位黑白条纹的先生说了，他可以张贴标语，他可以撕除标语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。等一下，我先打断你一下。请说。那你们今天来围这边的话，有经过什么认定吗？警察有违法吗？你们来报为警察局。局的方阳林局长是不会造成压力的，各位在这里争执只会纾解他的压力，所以我姚波雅在这里建议各位，我们把事实厘清之后，大家把事实散布出去，至于后续的责任，包括紫色衣服的先生他贴国家暴力的标语有没有法律责任，我愿意承担这个法律责任。好的，是。另外，这位看起来像是记者的朋友，他愿不愿意承担他所要负的法律以及道德上的责任？台视公司要不要出来面对？这个是我们澄清事实之后必须要弄清楚的。那你们明天可以再去包围台视，反正你们最近包围哪里就习惯了，再去路过台视啊。我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快走了，请到这边来发言了。我想请问记者说。在采访，在做媒体采访都是应该公正的去拍摄事实，而不是在破坏事实，然后阐述自己的己见，是不是应该公正？我先不谈法律问题，但是不是应该公正，或者自己态度？应该从客观媒体的角度。请问你有想要回答这位先生的问题吗？一个人出车祸要死，我要先拍一下没有。这位先生说。贴标语就像一个人出车祸要死了，他必须先去救他，所以看到有人张贴标语，他觉得破坏环境很脏乱，所以要先撕除。有误解你的意思吗？请问有误解你的意思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各位，今天我们在这里跟这位先生争执，终究是没有意义。今天。不管是贴标语的行为，或是记者撕除标语的行为，他有什么样
讲道德及法律上的责任，这个必须是我们台湾人的社群共同讨论凝聚出来决定的。所以我建议各位把今天的事实记录下来，还有记录下来之后回去利用我们自己的媒体散布出去，把问题尽量提出来。然后各位，我们现在回到中正一分局前面，大家觉得我这样的建议可以吗？可以。希望大家以后听到我们这次的建议，首先冷静，冷静，不要主动使用肢体暴力，不要主动使用肢体暴力，还原现场，还原真相，一切的道德评价需要由我们这个社群共同来决定。来，先生，你的信任证还你。刚才这位员警帮忙确认了这位先生的记者身份，那至于是拍摄记者还是我相信拍摄他的说法，那请各位依照你的自由意志，不管你要去哪里，回去静坐，去总统府，去警政署，或是回到我们中正一分局现场，请各位按照大家自己决定的意志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最少有500个侦报警察在那边待命，我希望国家不要一错再错，当权者不要再使用暴力。讲应该不是这边的学生啦，我们证据收集起来，待会我已经通知律师了，这个要交给律师，里面有指纹的。不要赖这些学生，这些学生对这些学生应该都是会当平和嘛，大家只是喊口号嘛，对。